第58届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综艺达人们，吴宗宪、陈汉典、露露。主持的风格符合综艺特色。好，第58届金钟奖戏剧节目女主角奖得奖的是蔡淑臻，《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》，恭喜！都说什么这个奖项是死亡之组，每一个奖项哪一个不是竞争那么激烈，都是死亡之组，看最后谁活得比较快乐，他酷一挖你啊，对不？得奖的是。第58届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，综艺达人们，吴宗宪、陈汉典、露露。主持的风格符合综艺特色，节奏明快，幽默风趣，主持群适时的互补，也能将参与的来宾融入在节目的节奏之中，让节目整体充满轻松、幽默与流畅。恭喜综艺大热门。吴宗宪、陈汉典、露露、黄璐、子英，啊，说了，我掌握时间啊，因为我是今年的配菜，我说了，我们有鸡腿便当，有卤肉便当，有鲜鱼便当。但是我什么都不是，我是白饭，所以交给我们的主菜来讲讲话。第一次得奖的陈汉典，感觉很怪，感觉很怪，太长了，太长了。我是第一次得奖，所以要感谢的人比较多。今年是我出道第18年。这个奖真的很难拿，它算是我出道的成年礼。这个奖提醒我不要忘记我出道第一天的热情，我会继续保持这个热情，然后继续的做下去。我要感谢的人很多，谢谢评审的鼓励，谢谢3D电视台，谢谢小汤哥找我主持大热门，我也要谢谢制作人 Dennis 跟 Amber，还有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，谢谢你们陪我们熬夜，但是我们录得很开心。还有我要谢谢我最爱的搭档宪哥还有露露，跟你们一起主持很幸福很幸运。然后我要谢谢非常非常多人，我要谢谢伟忠哥跟詹哥让我有机会进入演艺圈，我要谢谢 S 姐跟康永哥让很多人认识我，我要谢谢曾经照顾过我的郭哥、B2 哥、欧弟哥、大卫哥、永璇、小贤，还有我的经纪人 Ashley， 感谢我的父母，还有我的家人，谢谢你们给我满满的爱，然后无条件的支持我。以上感谢的这些人都让我觉得我不是孤单的，就跟我的新歌一样 ，Solo So Long。但是这不重要，但是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。重要的是，请大家一定要继续收看《综艺大热门》。好，来来来，人家谢谢汉典，谢谢评审，谢谢三弟，谢谢好看娱乐，谢谢大热门的团队。我觉得，这个节目到现在10年了，我谢谢这个奖，然后让我跟我台上这两位家人一起拿到这么重要的，谢谢。爸爸妈妈在那里，爸爸妈妈在那边。我从22岁到32岁，这个节目对我来说就像一趟很神奇的旅程，很像实境节目一样。谢谢你们，我这个是一个充满爱，这个是一个充满爱的工作环境。希望我可以透过主持，然后把这份温暖送给你们。谢谢所有观众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综艺大热门阿伊豆。好，第58届。金钟奖戏剧节目女主角奖得奖的是蔡淑臻，《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》，恭喜！精准掌握喜剧节奏，蔡淑臻将突然被派到乡下的外科女医生，演得丝丝入扣，魅力十足。
不刻意表现南北差距，却有平衡的喜感与情感，与对手戏的演员搭配自然合宜，演出十分动人心弦。公司的支持，还有评审们的肯定，谢谢小刘医师，所有的爱，从你的小说开始，还有每一位医疗顾问给我们的协助，如果没有你们，这个故事没有办法成立。还有我们幕后的团队们，还有我对手的演员们，这段旅程很美好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我还要谢谢我所有喜欢女外科的观众们。你们给我的回馈是我最大的荣幸，让我深刻地体会到身为一名演员的价值。我不认为我展现了什么高超的演技，我只是迫切的、单纯的想要理解小刘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小刘，还有我们所关注的议题。我一直相信，故事可以帮助我们彼此互相理解、互相包容，促进世界和平。而故事的载体就是演员，我也身为一名演员为荣。最后，我想要把这个奖献给每一个身在低谷的朋友。我相信那道光会以不同的形式展现，只要你们还愿意张开眼睛，你们会找到路的。最后，谢谢我的家人，谢谢一零娱乐，还有，我要谢谢我自己，谢谢。